不落地，友善大地。我们因为感觉周遭的环境很脏乱，也有很多的槟榔渣跟垃圾，还有烟蒂，所以我们打算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实地到光华公园去观察，我们也有看到被破碎的告示牌在地上，也有明显的告示牌，但是地上还是有槟榔渣、槟榔袋子或者是很多的烟蒂。正道前，我们先捡地上的垃圾。最后，我们捡了两袋的垃圾。我们先找了两条爷爷和叔叔，沙地旁的人，情侣，读高中的大姐，还有买东西的女子。我们发现